轻快的音乐搭配紫兰对孩子热身的篮球操，台北慈济医院大厅顿时充满活力。希望能借由我们的篮球操，能带给他们活泼快乐的心情。善用暑假时光，新庄恒毅慈兰家族30位成员来到台北慈济医院服务病人，有体操的带动，也有音乐的人文响应。我觉得好像其他没有看过这样，所以我们这个慈济医院才有，感觉好像不像来医院，身心都能够沐浴在好像很吉祥、很安详的感觉。帮助别人，心情快乐，然后别人也快乐。你下一次要不要再来？好哦。那为什么你还会继续来？因为可以带给别人快乐啊。欢乐时光让民众意犹未尽。来看病，加上有一些活动，对我们这个会众真的是有益处啦。当然，我也希望说下次只要再来看病的时间，会再碰到这种活动。民众的笑容与期待成了志工付出的动力，让病人上医院不再愁眉不展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乃文、洪富珠台北信电报道。